你到向日葵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我们班没有有一块大黑布，他们的大黑布上面有挂了万圣节的东西，但我们没有，我们的是挂在门上。哦，那你还发现了些什么呢？哦，我们的照相机跟他们的照相机不一样。我们的一开始是先画图，然后还有贴我们的照片。嗯。然后我们的按键中画的，我们按键中贴的。哦，很棒哎，你发现了。再来嘞。哦，他们是高楼，我们是矮房。可是他们的高楼是什么高楼啊？是101大。但是我们的房子是可以住人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他们的房子可以住人吗？不是。为什么不行？太高了，只能爬到99层，不能爬到100层。哦，只能爬到99层，不能爬到100层，是吗？是。哦，那你觉得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？没有。好，那你谢谢大家。谢谢。